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放量大涨，午盘沪指大涨5.7%，报3263.59点，一举站上了3200点。一名女子散布西安下雪的虚假视频被公安局拘留了，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我记得今年某地气象局最大的失误还导致过地铁站被淹，也没见追究气象局的责任呢。刚刚一分钟时间里，感觉每个人的民族自豪感都达到了顶峰，包括我也是。感觉一刻我终于有了一点归属感，我感觉我上辈子真的就是个中国人。哎，我做错什么？你给我手机。你出租车是不能穿的，我穿的木屐鞋怎么了？哎，我翻车了，不能出租的呀你。木屐鞋源于中国，传到日本深入。现在的行为在伤害我们中国人民吗？哪需要的？别这么拽，那么那个，你说你哪需要的？那为什么举报了，到现在学校还没有反应呢？你畜生，你背叛原因走到我前面。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的。你看网上那些短视频啊，他会告诉女生，你要变好看的话，你要又颜又甜又酷又辣。而你们知道男生要变好看要做什么吗？只要干净就好。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孟母为了孩子成才搬了3次家，可是孟母付出了那么多，谁记得孟母全名呀？孟母她都不姓孟。重庆大组警察开的警察，先看视频才能领取券，查到手了不花钱，快来大组喝免费警察吧。8号开盘，大盘价接近涨停板，券商全部涨停，半导体芯片全部涨停，科技股大面积涨停。就算你买进了套住了，我还是给你这样一句话：买的伟大，套的光荣。公开预测股市国庆后会暴涨，如果预测错，我直播吃。一帮怂炮劝你们要冷静，老子等了将近10年才等到这波行情，你让我冷静，冷静不了一点，给我全仓猛干！你们相信我，节后必爆炸。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的时候是胡塞武装，挨打的时候就变成了也门受到袭击，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叫哈马斯，以色列反击就叫攻击巴勒斯坦，突然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叫真主党，以色列还手的时候就成了黎巴嫩。该说不说啊，兄弟，你这新闻标题玩的挺溜啊。你们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我知道你干什么。我如果不把你这个店搞倒闭，我是你养的，你信不信我开单子给你罚，我罚死你，我随随便便我给你找毛病，我给店给你查封。2007年，我那时候14万，我就拿我的4万，哎，稀巴烂呐、啊！咱别说是韭菜，咱啥也别坑，我就说一个字坑。今天10月8号10点就见量，肯定大涨，肯定让你达到一个预期，肯定这个坑挖的是更大的一个坑，听明白意思吗？所以我很希望各位能和我们一起来号召，不管是长视频还是短视频平台啊，提升一些视频的码率，并且大家不应该以此习以为常。暴力执法，暴力执法，我们发什么法了？侵害我们公民的合法的人身自由。打压我们人民群众，我们的爱，人民群众来了，我说话。
自己出来捡瓶子啊？你多少岁了、啊？今年？八岁了？十一岁了？你没有上学吗？你整天就这样捡东西啊？你妈妈呢？好，继续提问。具体规模有？第一排。不说。这个这样搞下去，这个领导不给他们弄一个地方给他们专门摆。那共产党再这样搞下去，以后真的是完蛋。我秋招签署中国联通福州市分公司财务岗位被关系户违法占据，为了关系户进入公司挤占签署于我的岗位，在未与我沟通协商的前提下就对我进行强制调岗。建议一定要把他弄死，凭什么把人关进去？就是我站在，凭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四天亏32万程序员本人，现在已经亏了48万了。我昨天停更了，虽然我要停更了，但是还是祝大家在 A 股赚到钱，做多 A 股，做多中国，谢谢。这个无奈，没自由的年代，在等。因为你给了我们动力前行，你放心把捧在住，走了你的自由，你的言论收不走。宝丽啊，宝丽呀，宝丽青宝，宝丽平安，宝丽青宝，宝丽我宝丽啊，宝丽啊，小花花儿子去屌丝大姐，我娃儿子去屌丝二哥娃儿身上拉那么大的情商，拉那么大的痕迹，然后都在你不敢骂，因为老师都没有权利哈，你没有权利。7月8日，大清集团负责人康熙深入基层开展小麦产业发展调研，康熙对我朝小麦产业发展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就如何提高小麦单产、优化种植结构等问题展开现场讨论交流，提出指导性意见。为什么不能进来？因为他们这种是经过考试体检的，都是全封闭的。什么经过考试体检？我们体检不一样的吗？不一样，他们全封闭。所有的经过组织部的都是全封闭的。不好意思，如果你有着急事的话，你可以其他时间再过来，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永远是你妈妈。中国永远是你妈妈。现在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包拯包大人，如果包公在的话，咔嚓就是一刀，太叫做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地正法。对付恨国党，其实我有很好的建议，那就是我们从国家层面全民支持，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送到他们认为平等自由的地方，让他们去感受一下帝国主义的水深火热，而且永远不许他们回来。去了包地钱，去了种地的成本，一次赔了484，赔500。这我是实话呀，要就不行。姐姐，你不让说实话啊。我只有一个诉求，我小孩吃了什么东西，让食堂所有人员到这来给我吃下去。真的，来，更冲，没用吗？我操！我
操，真的是妈呀，他不是失德，是良心。对，良心何在？两天了，是长期存在。小孩子老是干什么的？快速鉴定自己的 iPhone 是不是非国行港澳机，最快的办法就是随便找个输入栏，输入那个 T 开头的词，如果能出现那个 emoji， 就说明你是外版 iPhone。 And China now is bullshit. They are not good. Will stay in power until he die. So what democracy is that? We are Chinese, so we know exactly about our country. So all about you talk about it is not that true. And I tell you.你知道违法，为什么还要违法啊？有情提议是什么啊？提不提是这个没有啊，你要公开。您是当过什么兵呀？林彪四也任军。什么？林彪第四也任军。您多大年纪了？54。哎，不是，俺给我买肉啊啥去？老铁们，生意不好做，妈的，又开了个罚单。城管过来说这个门口有点水，影响市容。我说你再晚来一会儿，这个水都干掉了。24号9点接收调查。算了，我不哭了。可怕你讲。本来他妈赚的钱不容易啊。是来一次。这事情不能做了。算了算了，我不哭了。我没有工作。哈哈哈哈哈。你为什么来到俄罗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孩子。阻止北约东扩，抗美援俄，从我凯旋而归。从我到罗斯托夫那个训练营开始，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歧视这个黑人，歧视这个中国人。其实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呢？我是带着善意去帮助这个国家的军队，你把我当成来这打黑工的了，当成来讨饭的了。妈了个逼！共产党不让我活了，我杀你！妈了个屁！我操你娘！共产党不让我活了！今晚啊，我在家里拍点书，我带回家了啊！带回家了以后，让我滚蛋！我杀人！能以身殉国的英雄都是汉子，他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英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就是还在战斗前线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在16日被以色列暗杀了。我做这个自控运营，然后将骑手的一些管理制度、处罚制度都是我主牵头的，没空和平台扯皮。所以骑手都是弱势的，那么骑手呢？骑手的服务态度就下降了，那下降了又会不会刺激你？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从头到尾端到端就会越来越差。当天绝对不能够有万圣节的活动，也不能有万圣节的 party， 也不能有奇装异服的人，不然就关门，就要先停业。就是也不能不允许有奇装异服进到店里。你只要有装束、有妆容、有人在合影，那么你绝对是在过万圣节。目前是我们在控制人流。哦，这样管控人流啊？嗯。哎，万圣节不是下周吗？今天就管控吗？提前有来的呀。哦，就是一直到下周来要管控的。对，一直到万圣节。中国人都没有人权吗？是吗？警察随便掐人就可以掐人？是吗？
但是你们过得干都精神不懂了一下你们你说的东西，我知道我都有。